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各位咱所有乡亲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秋林。今天非常欢喜嘛，非常的荣幸哦，会当来参加到这个宴会，参加到翁田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就任的晚会。那么今天真的非常的开心哦，嘛非常的感谢咱所有的朋友在百忙之中呢，特别抽空莅临来参与今天这一场盛宴。那今天啊，这晚会因为有大家参加，所以呢显得更加的圆满，更加的生气蓬勃。那么非常感谢咱的天公伯啊，和咱姐。这里好的天气哦，一连好几天都是大雨，倾盆的大雨。但是不要紧，人讲吼，雨就是水，水就是财。感谢天公伯给咱带财来，一直到今天我们活动的当天，给我们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真正是感谢咱天公伯啊的疼痛。那嘛，搁再一次感谢咱所有的贵宾朋友，大家安尼虽然讲。日头透早是晴洋洋嘛，啊，今晚吼，大家安尼刮口口挠，可是呢，大家还是呢，都坐在台底下来看咱这里精彩的表演。那么当然了，在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一定有非常非常重要的贵宾莅临现场哦，所以哦。我虽然真爱恭维，但是现在废话先不多说，我们要邀请我们重量级的贵宾上台来为我们做祝福，为我们致辞。首先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的立法委员颜匡衡颜立委来上台为我们致辞，来，来喝下热情的喝杯。非常真欢喜吼，感谢咱上水的主持人，啊，宽容这机会，哇，今仔日非常欢喜来到咱翁田社区，哦，看到大咖吼，安尼快快快高频远走吼，啊，咱今仔日中国贵宾非常的多，有咱林汝州市议员吼，我家己阿舅啊，有咱服务团队吼，还有我们的啊，咱的农会，我们的总干事吼，赵总干事，还有我们王局长也在现场吼，啊，个咱本地的大家长吼。我们的里长吼，李丁伯啊，咱的最近伯啊吼，杨里长，啊，搁咱今仔日啊，咱的主角啦吼，就是咱社区发展协会咱的理事长吼，咱的孙主任呐，嘛是咱临时啊，咱林汝州市议员哦，咱的服务处的主任啊，我也是大海伯啊吼，啊，今仔日啊，即个来接任咱翁田社区啊，即发展协会理事长吼，啊，看到咱今仔日社区吼，啊，所有咱这乡亲士大，大家共同踊跃啊，来到咱这个广场吼，吼，快快快的这。几个百人哦，是，大家非常的热情，对哇吼，大家扶老师哦，吼啊，大家啊，这个啊，规家伙啊拢带出来，啊，拄则咱看的哦，这太古，我们那个天翔太古团非常不简单嘞，因是咱全国冠军嘞，全国的这个太古冠军吼，啊，今年去年嘛去日本比赛，今年嘛过去日本比赛得到咱世界第二名嘞，非常不简单嘞吼，伊台湾第。去到日本啊，参加国际性的比赛，他得到第二名哈。那刚刚我们看到都是国小、国中、高中的他们的这个成员哈，啊，非常的努力，他们的团队精神，哦，你看那些合作无间哦，人家走，人家他们的这个整个气势哦，磅礴，啊，你拍过的时候哦，那歌声，那来讲诶，这个震入心坎呐哈，非常的澎湃哈，我想会非常的感动哦，坐伫头前，哎，歌声咧隆哦，直接就撞到我们就可以去感受哈他们的用心呐，所以讲啊，非常，我觉得非常钦佩他们，我想马上感谢咱的请驻大哥哦，我们的那个顾问团，民防义警顾问团哦，那个杨副团长呐哈。哦，阿姨真用心吼，啊来请咱天翔太古吼，啊来直接来为咱做表演。我想吼，可能直接啊要借这机会吼，再次甲咱翁田社区咱所有咱这乡亲士大请咱问候。啊，这个八档是不搞啊吼，这个下个礼拜吗？下个礼拜二。啊，下礼拜啦，是即将到来。哦，新历个六月初二，就是咱的肉粽节啦，然后所以讲，宽容一只，借这机会吼，啊，祝咱西周乡亲是大吼，肉粽节快乐，端午佳节愉快吼。我想今仔日主角吼是咱的海伯啊，我今仔日来接咱的发展协会，啊，以及咱的啊所有咱协会咱的李干事，以及咱的啊常务干事李明南先生，佮咱杨总干事吼。我想大家咱这社区啊，这是拢。纯粹做义务的啦吼，拢是做服务的吼。
会使讲话讲欢喜做甘愿受啊，为着咱地方啊，甲咱啊里长吼，甲咱议员啊，以及咱地方的这士绅共同要为咱地方来拍拼啊，即、這个照顾咱的地方啊，不管是即、這个照顾弱势啦，还是讲即个交通的照顾啦，学生的照顾，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啦吼，无微不至啊，即种爱透过人甲人之间吼，即、這个感情啊，即、這个啊，把一个即、這个咱即个协会吼，把即个团结起来，才有力量会当来照顾咱的地方。而且嘛真感谢吼，感谢咱的阮海伯啊吼，即马咧在讲的吼，这个不辞辛劳吼，不过唔呐，干那伫阮议员一句啊，才咧服务尔，搁要徛出来啊，接咱即个理事长啊，为咱甲咱的里长吼密切配合，为咱啊即、這个王禅社区王禅里吼，即、這个尽更加大的心力。所以我伫遮吼，啊要甲感谢啊，伫遮嘛要祝咱今仔日吼啊，祝福咱今仔主任甲咱的理事长，咱所有啊发展的会李干事吼，咱的会务昌隆，一切运作拢会非常的顺利。啊嘛祝咱今仔日所有的中华贵宾吼，拢会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所有乡亲是大吼。端午佳节愉快，啊，拢会当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吼，拢会当出头加顺，啊，拢会当身体健康。感谢大家，最后大家谢谢。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严宽林、严立伟。那么紧接着呢，我们要继续来邀请到我们的贵宾是我们的大肚区的区长王淑珍王区长来上台为我们祝贺，欢迎我们掌声鼓励。谢谢我们的主持人哈，哇，都这样哈，我呢严立伟考家在台上讲哈，我这人有够多哈，今麦站起来台上一看哦，真的有够多哈，场面有够盛大哈。那现场有咱的严立伟，咱的女主席是严，咱的孙主任，我以前拢叫孙代表了哈，啊今麦个孙。理事长，我们社区发展协会的理事长哈，我们的杨雪晶理事长，那的廖总干事哈，那闽南多爱的是那的常监哈，常务监事哈，啊那的那个我们的沙鹿代表会的主席啦哈，嘛是咱严立伟的阿叔对吧哈，啊个我很牛，所有的李干事哈，啊个咱所有的乡亲士大，大家好，大家晚安哈，哇。今天哦，咱这个会呢，都叫在咱天祥太古，阳明国际的天祥太古那个正，都叫好李卫公啊，今后正入心坎的那个鼓声开始哈，真的实在是非常的响亮哈。一个好的开始，就是您代表我们王田社区发展协会会步入一个更新的、更响亮的一个时代哈。咱讲今天哈，咱孙代表哈，在咱地方服务。足介侪年啊，吼，可能是三十年啊，吼，真侪人拢受过伊的服务，接受过伊的服务过，吼，伊的服务实在非常的轻巧，吼，嘛非常的受人称赞，吼。那今摆呢，要接的是咱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呢，实在是地方的福气，吼。以后呢，咱的孙代表，也就是我们的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吼，我想我们的社区在我们的理事长带领之下，吼。会务一定会比以前做得更好，已经刚才杨雪晶理事长已经做得很好了哈。那我们王田呢，就是我们大肚区的第一里的开端哈。我们的王田会把我们大肚带入一个更新的一个时代哈。我们的杨理事长交给我们的孙理事长哈，一个新的时代，就像我们的太古一样，新的时代的开始哈。那地方呢，这个是一个地方的福气，底下呢，我们就好难。很顶所有贵宾，所有乡亲士大，大家都能够在一个新的时代呢，都能够越来越好。我们明天，今天比明天好，明天比今天好，一日比一日好，日日新好，万象新。那祝福大家一切平安顺利，谢谢，谢谢。那么我们的区长，王区长是不是也特别为我们带来了纪念品？来。那么我们首先要先邀请我们今天的家长，我们最帅气的男主角，我们的孙金海孙理事长来上台。
小心接替啊，非常感谢我们的王区长。那么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大肚农会总干事赵信斌赵总干事，让我们热情的掌声来欢迎。谢谢。好，来请哪里的区长啊？来，我们的台州贵宾，我们的议员啊，王部长、李长，今天上过我这场会哈，总干事是作为李干事，啊，跟咱敬爱王万里的乡亲时光，啊，非常欢喜哈，现场闹热滚滚呐哈，啊，非常的气氛非常的好哈，啊，大家今仔拢知哈，大家拢是要来祝福咱孙理事长哈。啊，孙理事长过去做乡民代表吼，啊，几落届，啊嘛做过咱农会小组长，即摆现任嘛是咱农会代表吼，啊嘛伫林汝州市议员吼，服务处的主任，会使讲吼，服务地方非常的久啦吼，啊嘛大家拢知伊咧服务吼，非常的勤恳，啊伊嘛捌担任过咱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吼，即摆个。在一处哈，搁等来担任，因为咱可能大家拢了解哈，社区的理事长也是有任期制，吼，当然伊过去担任过，吼，啊，即摆嘛使搁继续来担任，啊，伫咱现任的理长哈，嘛是进前咱的前的由理事长哈，介交接以后哈，相信咱王产发展协会哈，会伫过去历任的理事长的基础之下哈。啊，即马交落咱孙理事长，伊经营地方吼，服务地方的经验，相信会将咱王产吼，王产地区吼，王产里会带向吼，像咱区长讲的，会更好啦吼，一定会更加好。尤其是咱王产发展协会吼，有咱王产优酷发展协会占的角色吼，非常的重要。即理事长吼，要安怎来甲咱中央吼，啊，互因个对牧林个回馈吼，啊来替咱社区来争取更加济。尤其是大家拢有印象吼，咱过去农会嘛甲咱社区发展协会吼，办理几落届王田花海，我嘛会使讲是一个创举。啊嘛，希望讲孙理事长吼接任以后。啊，这个这么有意义的活动吼，会当讲继续讲吼，来甲游客来争取吼，啊，看今年年底吼，才有法度，也是讲明年，咱嘛过来恢复来办理这个王产黄田的花海吼，会当讲咱王产的环境吼，啊，让伊更加绿化，更加美丽，和咱在座的各位乡亲吼，啊，咱住伫厝边，住伫边啊吼，迄田吼，虽然寒天。如果讲挂起来，爱当有更加美丽波斯菊吼，也是油菜花，啊，咱的社区更加美丽。啊，再一处，祝福咱孙理事长吼，以后伫咱社区发展协会吼，伊的会务昌隆。啊，咱今仔的议会每一个贵宾，啊，甲咱的乡亲士大，每一个人拢家庭幸福美满，万事如意。感谢，谢谢。谢谢，再一次谢谢我们的赵总干事。那我们一样有带来精美的纪念品要来赠送。那我们是不是再来请我们的孙理事长来上台？好的，非常感谢我们贵宾的支持。那么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王田里的里长，我们的杨水晶杨里长来上台为我们祝贺。好，以同千万里的这个好啊，先来欢迎来里长主台。今天咱的孙理事长，啊，所有在座的啊，咱王家时代啊，大家阿蛮好。好。
头拄啊吼，咱这个总干事有报告，社区吼、哦、这个发展协会是有一个任期制的，哦，啊当然，咱今仔日这个嘛经过这个社区理事会吼、哦、啊推选来选举三乡，咱这个理事长，啊，我相信呢，当然头拄啊，咱总干事嘛有讲。理事长吼、哦、啊，包括咱游客里些要争取的物件，我相信呢啊，伫咱新的孙李理事长那个这个要要求回馈啊之下呢，我相信讲会比以前较好，啊嘛期待呢会用搁较好来造福呢啊，咱所有翁产的这个里面啊呢，啊我伫只祝福咱所有在座的来宾呢啊，大家会用足快乐。啊，祝幸福，啊，祝顺心，祝平安，谢谢，感谢。谢谢，感谢，感谢，来，李丁来个现场，来个咱祝福。好的，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在场我们的林武洲市议员，来宾，我们掌声鼓励，来邀请我们的林武洲市议员来上台，我们祝贺。先想一下我们美丽的烟火。欢迎。谢谢哦，感谢咱美丽主持人哦。谢谢。啊，今仔主角啦吼，啊，我家己服务处的啊主任哦，啊，咱的孙清爱哦，海哥啦吼，也是较早咱的代表啦吼，六国人士的代表吼。那么现场哦，啊，咱的宽宏啊，立委的阿叔啊吼，严成兄吼，咱的农会总干事啦吼，咱的王区长吼。咱的常务干事啊，闽阿兄吼，啊，咱的进来兄吼，总干事啦吼，现场吼，啊，你即个敬重咱王灿，你的各位里长吼，各位连长啦吼，各位师大，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大家巴肚野吼，哦，我一来吼，就看到阿元兄吼，啊含足侪人吼，伫遐咧破石龟啦吼，啊咧剁剁个迄个烤鸭吼，我海客啊吼，唔惊人食吼，干那烤鸭讲吼。买百几只吼，哦，彭讲讲哦，啊头拄吼，师傅讲哦，你等下，议员你等下来走摊，我先剁一支鸡腿互你食，我歹安尼歹势啦吼，我都歹势食，我咱若乡亲时代食饱哦，我再来赢啦吼，啊当然啦，足欢喜啦吼，今仔日吼，啊是咱社区顶庙会吼，啊新的理事长啊就任啦吼，啊相信哦，啊阮家己服务处的主任哦，咱的亲阿兄吼，这吼大家拢了解，对着王禅哦。会关心对着王禅的贡献哦，对因爸爸吼、哦，啊开始担任里长教育吼，来担任啊这乡民代表哦，五六届时间哦，会使讲哦，对着王禅的付出哦，大家有目共睹啦吼、哦，大家对着的肯定哦，我相信哦，刚刚今仔看到哦，这侪人来参加伊的就职典礼哦，就了解讲哦，啊对着的肯定学得较精彩，对不对啦？对。那再搁甲拍一拍嘞，好无？啊，我再定来讲讲哦。吼、哦，对地方哦有贡献，对地方拍拼的人哦，一个扑啊声吼，就咱敢那吼，咱伫吼啊庙的吼咧点光明灯同款的吼，啊咱的庙宇啦吼，王禅庙的吼，咱的西进龙爷啦吼，啊嘛拢非常的灵感吼，啊所以讲哦，啊地方哦，我相信哦，啊在理事长吼，相关的理事长交我咱的啊我的亲阿兄吼来接任哦。我相信哦，在未来啦吼，对着王禅的福利啦、各种啦吼、建设吼，啊，更加会当愈来愈进步吼。啊，当然哦，啊，阮的议员的服务处啦吼，我的服务处哦，啊，含地方哦，永远对随大家啦吼。若需要，阮关心的，阮尽量来拍拼吼，啊，尽全力啦吼。啊，尤其哦，啊，咱王禅里吼，啊，咱的牛头街吼，这条。道路吼、哦、要拍对大大山顶吼、哦，清新饭店吼、哦，啊，顶日讲我们区长吼、哦、有叫市政府吼、哦、啊来协调吼，看会当今年年底吼、哦，啊，就来会当来动工吼，啊，即摆吼，这土地吼、哦、是国有财产局的土地吼、哦，我请吼、哦、建设局含咱的公所吼、哦、在办半用啦吼、哦。
迄土地啊先保养好势吼，建设局吼，啊才做建设吼。希望讲这条路吼，若拍会成功吼，啊，咱的咱若要去吼市中心吼，会着加做方便的，无一定讲爱行过咱的黄山交流道，才会当到咱台中市的市中心啦吼。这是未来吼，我若拍拼的目标啦吼。啊，我希望讲吼，会当尽量来紧来完成啦吼。啊，是当然吼，未来要做工期吼，也非常非常的多啦吼。相信吼，啊，我的。请阿兄吼来接任吼，以后吼啊，咱对着黄山金瓜会贡献啦吼，啊，伫遮祝福今仔个就一片的吼，圆满顺利成功。啊，要讲的话是足侪，但是吼，我知影讲吼，大家拢咧巴肚枵啊吼，所以讲吼，莫讲伤侪，再次祝福吼，圆满成功啦吼，啊，祝福大家吼啊，健康快乐家庭幸福美满哦，多谢大家，祝福大家，谢谢。谢谢，再次感谢我们林州诗源。那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林诗源呢政绩相当的卓越，经验非常的丰富哈。一路为咱的乡民代表、县议员、乡长，一直到四年前转任咱的市议员，秀才爱民哈，点点为咱地方来做代志、来付出、来建设。例如呢，我们台中地方29区只有大肚区，现在依旧保有我们大肚乡民意外险。还有呢，我们的万里长城登山道。自行车道以及我们环保志工呢所享用的早餐以及外套，这些都是我们林议员啊在担任乡长的时候就为地方人民所争取建设的，那么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依旧默默的在推动啊，实在说真的，这对咱人民吼，为咱大家来讲，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人才啦吼，所以咱一定要继续给伊支持，继续给伊爱护，可以会当阁继续为咱地方来打拼，来照顾咱所有的人民。咱大家讲好啊，唔好？好。哎，谢谢，谢谢。那么紧接着我们要邀请的是我们今天的最佳男主角，那就是咱的理事长。我们今天。就任的理事长，我们的孙清海孙理事长来上台为我们致辞。来宾啊，来台下向来敬个高礼。男主席，而且当然上重要，就是咱龙潭这个时段哦。当然，这一年、今年哦，当然我接你是怎个职务？我就讲职务的开始，有职务就是要有义务，要有责任哦。而且哦，当然我是咱长期啦哦，咱地方有时，我即马这三四年来是咱。议员哦，咱的林理事长服务处哦，学到要发展哦，咱对咱地方哦，有当时啊，咱讲实在，所以而且我也要照讲拜托咱大家，由咱王禅做起，由咱王禅来做起，咱即届议员的选举，当然目前可能有七个啦，当然以后咱唔知会加会减也唔知，目前有七个。乌去三个，连这三个，当然咱大多一个，就是讲乌去，我常在讲，伊要去连这提票，伊干脆来大多提，连这伊要乌去提票，伊干，伊要去乌去提，伊干脆来大多提，哦，所以伫遮真正来拜托咱遮时代，伊伫当讲即届选举，哦。咱的林议员，你就啊，下次当然是咱王禅来做起，来咱提过半，大家讲好啊，好啊，好。实在，当然选举到，我就讲一金四年，那选了三年，就拢无讲伊这个
伊去做啥？甲选举啊，尾啊一年，无就算啦。哦，当然，咱这时代，真正我拜托大家，我出去有当时啊，大家也真关心，讲啊，咱议员啊，哦，最近嘛，你伊啊咧做着成分啊，恁议员的成分啊，咱大多开一个，真正这就是危机。哦，伊只，但是伊是这四年内底，三年内底，咱讲实在，伊做足济，伊是乡长任内推动的。哦，所有的伊的延续就对啦，完全拢无断。而且我若拜托咱这时代，真正转去，大家冷静想看卖，卖讲啊选举到，今年再来讲啊，我要用啥，我要创啥，我要创啥。哦，我的期待，哦，就是讲以咱农产来做起，哦，咱的投票来超过半数，来予咱的议员。因此话，造法大人较多，咱大路乡唯一的一席，而且当然大家可能也不多呀。哦，我简单，而且讲到这，最后若是拜托，再做拜托，咱年底再落去搞，大家全力来支持咱的前乡长、即卖议员。因此话，拜托大家，多谢，谢谢，谢谢，谢谢。再一次感谢我们王城社区发展协会我们的孙清海孙理事长，我喜欢听到你的最佳男主角，我们今天给大家再一次深深的感谢。那么在此也宣布我们今天晚上的餐会正式开始，爱我们的老朋友们欢迎可以开始餐开始用餐，大家坐这么久，巴肚应该嘛是枵啦哈。那在这里哈，主我介绍，头拄只介绍过，今嘛咱晚会开始，联欢晚会开始，再一次介绍哦，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秋玲，所以大家今嘛请欧言哦，欧言来看台电的新人，我要来讲胸口不行。待会儿我们有 KTV 联欢的时间，我们舞台上呢要进行我们 KTV 时间。所以啊，咱现场爱唱歌的朋友啊，乡亲啊，咱的哥哥姐姐啊，阿爸阿母啊，阿伯啊，阿姆啊，阿姨叔叔，我们今天台上啊有 KTV 联欢时间了、啊，所以呢，咱伫食饭吼，即马算讲爱排队啦。啊，若是排伫较后边，不妨我们先到舞台前方来做一个点歌的动作。我们今天呢，除了有咱非常好的美食龙凤佳肴之外呢，我们今天舞台硬体设备也是一流极棒的哈、哦，所以大家想要当歌星，想要当 super star， 今天就要好好的把握。在我们的舞台前方，在我的右手边这边，我们有准备了点歌本，那么一样有点歌单。邀请我们所有现场的爱唱歌的朋友们一起来跟我们同乐，当街来唱歌哈。那么首先舞台上呢，就由我为大家带来一首好听的台语歌曲，真好听，是祝福大家日子过了越过越水，大家赚钱那赚钱。